好娘。啊，你怎么知道这个？为什么我们 staff 也知道这四个字？天哪，这四个字，请离开塞纳河。天哪，救命！这是谁先说的？这洪佩云先说的，然后北京就开始了，听玉文那边。然后就流传到了北上广，大家都在说这四个字。